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我今天想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我们都买得很多的是一只叫做 Tang Drum 的 product， 它有什么特别呢？因為在 market 上面就很多種不同的 Tang Drum， 很多間公司做的，而我們選擇這個的 supplier 呢，因為他們是可以跟我們做一些挑化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 client 很多可能未必可以日日去彈，你擺一塊東西在這裡，不如用來你做一個 home decoration 裝飾啦。另外呢也可以將那個 color 呢我們可以 custom made， 我們都會要求他做一些我們即係啱香港的 market 嘅 tang drum 咯。咁另外就係、是、個音亦都可以調嘅，而調嘅時候我哋亦都有分，我哋可以做埋個唔同嘅 hertz 咯。咁而依一樣嘢我哋就係、是、即係特別要求我哋要亦都會揀嘅，揀一啲適合我哋啲 client 嘅。咁、其中一個咧係我哋好好多 client 都中意咧，就係、是、依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依一個嘅。我哋叫 Firebird， 咁佢嘅意思咧就係、是、你見唔見到一隻個頭啦，咁跟住一個身啦，咁依個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 transformation 嘅，喺俄羅斯嚟講，咁而依個咧佢係好細緻嘅啲挑花，亦都好靚嘅。咁我哋依一隻嘅 tang drum 係比較多人買啦，咁而因為佢真係即係好 delicate， 佢 even 後邊咧，你見到佢成個 drum 裏邊咧都係做得好靚嘅。即係每個 detail 都做得好靚，咁我哋一陣間我就仲會錄一條 separate 嘅片咧，就係、是、彈奏一下佢啦，咁等大家知道佢個聲音係點樣。咁我依一個咧係 tune 咗去432 Hertz 嘅Insomnia 啦，我哋叫 B minor 啦，咁佢係一個 special tuning。